真的是阿庄的女朋友？对，她在吗？哎呀，阿庄已经死了。我真不认识他，他就是个骗子。再说一遍，怎么回事？舅舅。不是说我是骗子吗？那我就骗。要打就打我个孩子吧。就算到时候阿东不认这个孩子，实在不行，跟我姓。滚！我想要回阿东曾经对我的爱。我一定会去找你。这个仪器怎么会没电了呢？